已故的创办人，那个前老板他就是左耳，然后现任老板是哈利，对，然后这边就会有有关你的，就是1958是瞬间杰作。去除挂钩残胶。如何去除衣服上的脏污？就是也是要每个都会动动看，然后看来就会是超过的布上，然后就会选择皮干。那这个就是磁铁丝的吊杆，然后这边就是有挂钩的吊杆跟魔鬼杆的吊杆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个上这个就是磁铁，就会吸住，然后把它拿起来。上面他们就会有这边就会有解释说壁虎的杆是粘性，就是性这样。然后还有这边就有一个刮钮，然后它这边就会有，还有一个是树蛙的，然后它就会在它的本子上。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让，就是来这边的人都可以去玩玩看。那像这个积木，它就可以放上去，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平平淡淡。材质啊，或是可以用在哪一个地方？胶带是美容胶带跟麻胶带，然后就是可以，就是让大家就是自己去裁切，自己想要的胶带，然后去那边做实验。然后你可以就是这边粘胶带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放上你想要的砝码，那你可以看它多久。这里的话就是测试拉力，然后这边就会有。使用的这个的话就是180度拉，然后这边就会看，就是这边就会有那个，就是弹在上面，还有这样不同的功用。然后这边是60度、45度跟30度的，可以让大家玩玩看。对，这边就可以进入，就可以进来看。这边就会有前老板跟哈利的对话。